再给你们啊，来，嘟嘟，来到了，可以飞，再说，谢谢一下。哇！咦，妈妈，那不行了。好了，快去吧。啊，他不接。来，好不好看？哎，这个可以吗？往下来一点。 哎，你出去一下，我给姐姐拆封箱。哎，好。哎，菲儿，戴上金箍之后，你再也不是凡人了。哎，哎，可以。 好漂亮呀！是是是，你这个眼睛睫毛好长，眼睛好大，眼睛看着好水滴呀！这个什么？这个是芬芬的睫毛罩和睫毛打底。这个两个组合起来能刷住好看的太阳花睫毛。好看吗？好看。<笑>我也好看。好漂亮。 咦，你和姐姐的睫毛可真好看，可惜我睫毛太短了，用这个好使吗？哎，好使，睫毛天生又短又细的，不容易夹翘的眼睛用这款睫毛夹也能夹出弧度很好看的太阳花睫毛。再配上他家的这个睫毛打底，再短的睫毛也能刷出很长，而且根根分明。咦，老李，我感觉你在吹牛。金大，老李他用过，老李你用这个给我看看。我个大老爷们儿，这个用给你看看。就这么一夹，全部都翘了。 很适合新手，随便用都能用得很好。再用这个艾瑞拜的睫毛打底，这个刷头小而精细，能照顾每根睫毛，能刷出媲美假睫毛的效果，而且持久卷翘一整天。<笑>老柳给你拍下来了。哎，老板，你把照片发给我，我自己美颜磨皮一下。你怎么拍视频不给我美颜？啊，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不假美颜。<笑><笑> 今天太美了，我给妈妈打个视频。好的。阿拉来去罗罗，surprise！嘿，妈妈，俺刚才光了光的，那么你给那个阿去罗罗呀哟，好的。 我妈妈说她对不起老五，老五结婚的时候她来不了，她希望老五幸福。嗯，没事的，以后肯定有机会过来。这谁呀？老五。老五阿姨。阿姨。阿姨。啊。还有。
你们看什么我也要看我带你结婚孟菲儿好漂亮哪里我在看浪舞拍婚纱的这个事情这个心理拍的太好了我一直都看看了几次七次八次嗯我看着都笑走啊老子等等快点吃饭走吧快吃我要出去吃哎对呀我跟人家菜出去找猪猪啊快去等快去拿刀